我们先来复习一下这些声母韵母吧。好，看拼音，尝试拼读。一。好笑，喝袄好，西药笑。二，糖浆，糖浆，特昂糖。姜姜，如果你后面嗰个音个 e 音唔出嘅话咧，就变咗争噶咯啊，糖争咁就好难听噶啦吓，糖浆。三，又系记住个 e 音个过渡音要出嘅，墙角。夕阳墙，角角，有冇同我读咗橙枣呢？啊，咁就又系个 e 音出啦啊！墙角四，呢、这个比较容易啲啦。戏弄，戏弄。戏戏，弄弄。五，绑架，绑架，不昂绑，架架，又有冇同学读咗绑架呢？记住个 e 音啊，绑架，绑架。六，发酵，发酵，发啊发，叫叫。有冇同学读咗发酵？又系唔见咗个 e 音噶啦，发酵，七，票房，票房，不要票，不昂房，票房，第八。熊猫，熊猫，喜熊熊，木猫猫，又有冇同学读过熊猫呢？记得系熊啊。好，我再念一遍啊。好笑，糖浆，墙角，戏弄，绑架，发酵。票房，熊猫。今天我们学这三个韵母，先看看影片，听听发音，还有注意口型。耶，优，烟。好，今日咧第一个要学嘅就系墨绿色呢一个嘅复韵母啦。如果啊要你拼读，你好有可能读咗 i a y 咁噶啦，系咪？不过头先睇完片，你都知道应该，哎呀，点解唔系 y 嘅咧吓？你哋上一堂学嗰啲 ya yao yang yong 全部都拼到噶吓，不过咧呢一个就唔得啦。呢一个啊，紫色嗰个英文字母啊。并唔系 a 嚟嘅，而系 a 嚟嘅。不过顶帽隐咗形咁解嘅啫。咁你可以睇到右边嗰个拼音表啦，你都可以睇到噶啦。佢基本上
係唔會出現個頂帽㗎嚇，咁你一定要記得啦，如果唔係你就會拼錯咗㗎啦嚇。好，咁你記得咯，佢隱咗形，所以呢個係 A 唔係 A。好，我讀一次添嚇 ，E， 記住 E 音係一個過渡音，又短又輕嘅嚇，但係又唔好唔出喎嚇。記住係 E， 如果你唔出嘅話，就變 E 咁就唔啱噶啦，係 E 啊。好，我哋試下咯喎又嚇。看住啲拼音，你試下拼讀。歇歇歇，不也别别，接接接。叠叠叠，铁铁铁，木叶灭灭，绿叶裂裂。且且，记得啦，千祈唔好读咗些比遮嗲嗲咩咧呢且啊，呢啲都唔得啊！好，读一次添我吓，些比遮嗲嗲咩咧呢且，记住咯。下一个韵母啦，咦咦，今日第二个要学嘅就系呢一个啦，韵母 U。你可能觉得咁得意嘅，点解一个橙色，括弧入边嗰个咧就系黄色，咁系咪两个都写得咧？咁当 U 呢一个嘅韵母前面加咗声母嘅时候咧，中间嗰个主要元音就会省略咗噶啦。於是就寫成括弧入面嗰個 I U 咁樣寫噶啦。咁樣嘅情況嘅韻母咧，其實仲有兩個嘅。咁遲啲大家就會學埋噶啦。咁而家我哋睇住呢個先，同埋你哋而家唔好理住橙色嗰個 I O U 住。到我教零聲母嘅時候咧，就會再同大家講翻噶啦。咁你今日你只需要理黃色嗰個 I U 先。咁你會留意到右面個拼音表。当这个的韵母前面是有声母的时候，中间的元音 O 是不见了的了，那就是会写成 IU， 只是写这两个英文字母而已。好，听我读一次了， U 都是个发音 E 音是很短很轻的。好了，那又是啦，大家试试开始拼读一下了。那有牛，牛，舅舅，舅，木有谬，谬，乐有柳。柳，汽油球，球，得丢丢，丢，西有秀，秀。好，我再读一次啊！牛、舅、谬、柳、球、丢、秀、
今日嘅最後一個韻母啦。呢、这個又係啦喎。如果叫你拼讀，你又可能讀咗啊一個 e 加個 an 就讀咗 yan 啦。咁記得呢、这個並不是 e 加個 an 讀個 yan， 因為最主要原因係咩咧？因為係受到 e 音嘅影響啊，所以佢中間個元音 r 咧就產生一啲音變啦。咁其實我哋點樣可以容易啲記咧？就是我哋去日本啊，用嘅錢幣 yen 啊，咁呢一個音咧就係讀 yen 啦。咁你記住啦嚇，日本嘅貨幣 yen。好，我再讀多次啊 ，yen， 記得個 e 音短而輕啊。好，咁我哋又試下拼讀咯。破燕片片。边边边，脸脸脸，钱钱钱，剑剑剑。年年年，鲜鲜鲜，绵绵绵。电电电，天天天，又有冇读咗 ？pen ben len chen zhen nen sen men den ten 啊，真系有人依音唔出嘅时候就会读到咁噶啦，记得个依音出少少，偏。边脸前见年先棉垫天，都考考你呢个部分啦吓。范围大家睇到啦，声母系考你呢几个嘅啫，韵母就系 e 行头嘅韵母啦。好，我会先读两次，隔几秒我就会拆音。所以如果你唔想听我拆音嘅话，想自己思考耐少少嘅咧，就自己揿停啦吓。准备。一，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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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二，胸，胸。胸胸，三，撇撇，破耶撇，四，强强。气扬强，五六六，六六，第六霞霞。西牙霞，七秋秋，
秋秋。八，鸡，鸡，鸡鸡。九，蟹，蟹。蟹蟹，十了了了了，好啦，下次咧就会讲埋剩翻两个 E 行头嘅韵母 in 同埋 ing 啦。下堂再见。